大家好，我是杨迪元，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向上馆。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反贿选的活动是非常隆重热闹而富有教育意义的，整个活动包括颁授反贿选旗帜、游行车队以及园游会。然而在这个成功的背后，有多少人付出了心血，同学们可能没有想过吧。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段辛苦的过程吧。您的那个声音最后哈，不需要拉长跟向上扬，主席就位，不必就位这样子 ，OK。好，那现在我们从那个茶会机关报道。茶会机关报道。首先，请检察机关报道。这个每个字都要非常清楚的念出来，声音不要拉长。好不好？茶会，他比我们茶会机关报道，麦克茶会啊，或者报道。施以的口令写完了。车子开动的时候，车子开动有个口令啊，那个口令是什么？倒带，好不好？啊，拿过来给我看。是的，那个剧本要写给他们了。影像中可以发现，即使是像陈定南部长这样一个部长级的人物，对于活动的诸多小细节也是非常的要求。同学们是否有怎样的省思呢？认真真是做事唯一的方法，而准备准备再准备，真是影像美好成功的唯一捷径。